5月24号，金口小哥哥迪玛希在北京举办了来华的第一次生日会。迪玛希先在微博抛出生日会彩排照片，并配文 I feel how you feel 来表达自己将参加生日会的激动之情。在拿到梅西签名足球礼物后，他还兴奋地献上颠球首秀，粉丝惊呼：“这样的小迪帅到爆！”更劲爆的是，迪玛希还在后台换装，被摄像小哥突袭，小哥哥害羞地推开摄像机，引得粉丝无数尖叫，这也玩得太大了。最后，迪玛希亮出了杀手锏，为粉丝们写的中文信，表达了5个月来的感恩，表示能被这么优秀有爱心的粉丝所喜爱。是自己的幸运。因为有你们，让我感到很幸福。深情的告白让无数在场粉丝飙泪。最后，迪玛希也在微博晒出了这份亲手写的感谢信，虽然字写的像小学生一样歪歪扭扭的，还有许多涂改的错别字，但对才学习中文没多久的小哥哥而言，其真诚可见一斑。有粉丝说，小迪的字迹一笔一画都很清晰，很用心，猛了新闻，祝福小哥哥在中国发展越来越好。报道。